怎么又是你？我是白先生为您请的代驾。您的手，为了靠近我，你可真是不遗余力。先生，现在早就已经过了动荡的年代，您不是什么潜在逃犯，我也不是什么未来战士，我用不着不遗余力的接近您。 还有上次，您说我什么整容、什么制造偶遇的，我觉得您会想这些，纯粹是因为您太闲了。小样儿，还治不了你。 天物，你没事吧？你什么意思？干嘛推我？对不起，本能反应。那个老板，主要是您家住的太偏僻了，我一个小女子这样也是情有可原的，对吗？您的车钥匙。 小姐你好，您好，我是这里的管家，我姓杜，您叫我老杜就行。哦，杜叔叔您好，刚刚不好意思啊，差点伤着您。这都不重要，听说你的电瓶车被锁在顾总的车里了，顾总的车钥匙又被他带进屋了。对，能麻烦您帮我取一下吗？你可以自己进去拿顾总的车钥匙，这样你不就能把你的电瓶车取出来了吗？哦，谢谢杜叔叔，您真是个好人。那我。 怎么走？顾总就住在二楼左手最里边那间，你快去找顾总吧。我是去找我的电瓶车，不是去找您家顾总。其实都一个意思。那我先去了，谢谢您，谢谢。 董事长，一切顺利。 夜闯民宅，你倒是很有本事啊！把车钥匙给我，拿过来，给我！哎，拿过来！这位老板，我真的不是故意夜闯民宅的，是因为我的电瓶车还在你的车上，而且我刚刚真的不是故意使用武力的。你看我这么晚了，辛辛苦苦坐在家赚钱的份上，你就把车钥匙给我行吗？ 我取了电瓶车，立刻马上就走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谢谢。明天。为什么？现在时间已经到了，我该休息了。分秒不能差。你属鸡的呀，你按时打，明按时报我。你把车钥匙给我。想要啊，自己拿。他受伤的不是一只手吗？怎么一会儿不见这只也？强迫症。
你干什么？哎！你干什么？还好我忙完了。让玫瑰眷恋上顾总，您需要的资料已经放在邮箱了。雨轩，降临了？什么降临了？您好。你好。寻雨轩，您是？我是来想请你帮忙的一位老人。他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比赛和展览，也没有新作品问世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最后一盒钱，最后一件作品，那这照片放这儿。你好，还挺有恒心的。那当然了，我爸说了，愚公移山缺的就是我这样不屈不挠的壮劳力，更何况是我们已然创下了丰功伟绩的顾氏集团。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，我叫荀宇轩，经过顾耀华老先生的重金聘用，已经成为你的专职司机了。我当然愿意跟你走。这尊雕像是仙女腾天图。我还是不劳烦你了。好的。反正吴爷爷说了，不开车也给我钱。拜拜了，顾总。这个女人没能成功接近我，怎么还挺开心的？奇怪。